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赵门炭烧鱼，狗豆子。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赵门当豆子。好嘞，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鬼面之刃》。感谢小伙伴的收看，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推荐，谢谢大家。谢谢。来吧，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上期视频咱们是去到无限列车那边挑战了那个上弦之五之四还有之三，成功的替大哥报了仇。那么咱们这期的话就来继续挑战上弦之二铜魔，以及那个上弦之一黑死魔，还有没有鬼化之前的纪国严胜。好的，找个地方吧。嗯，先是白天，要不咱们继续去到无限列车那边。好的，把时间切换。不用，咱们先来挑战。我现在有防火。先来挑战那个纪国严胜，你在旁边看着就行了。嗯。来打一下。他是月之呼吸。氧化兔，洗奶。哦，我忘记了。嗯，他的日轮刀没掉，本来最后一下要空手打死他的。嗯，把时间切换到晚上吧。好的，咱们先来挑战铜魔。我这血鬼术给你，给，分别是那个上弦之四跟上弦之五跟上弦之三的那个血鬼术，上弦。首先铜魔这个家伙，十恶不赦，他是所有鬼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走马灯的。所以我要对他下狠手。Nice。日影之龙，投五。这家伙会召唤这个什么睡莲菩萨。斜阳转身。四十七，飞轮扬言，你在旁边看就行了，不用你帮忙。好的。洗奶，漂亮！哇，掉了两把扇子，不错哟。你捡起来，三把，好家伙！按 R 键可以切换血鬼术。啊，我知道。那么咱们接下来要挑战那个了，上弦之一黑死魔，小八的大哥。等一下，我把周围这些怪都清一下。好了，来了。好的，哇，他血量好高啊！多少？回回恩光，赤鬼杀队，火车，点我。你走开，不要你帮忙。你在旁边看着。他有两个形态，我变身了。水之呼吸。哇，刚那个轮子。水色。665。打击之潮。我要用那个。
甘甜的词语，干掉他。黑死谋的、哦、黑死谋的故事其实也挺感人的。你怎么被他秒掉了？对啊，我满血。他回血了，回血了，还是需要用火神神乐，要用火神神乐。完了，火神神乐我切换不出来了。大哥，要不要我过去帮你顶一下？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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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神神乐，好，切换出来了。左谷炎阳，他血量还在回，把他打残之后他又回了。漂亮，干掉了。哇，他掉了好多东西，他的刃轮刀也掉了。我马上来，叫做虚枯神去，还有他的衣服，触手有特殊攻击，你可以带。好的。还有他的衣服，他的衣服的谢狗狗衣服的防御不是很高，你把他带上。他提示按 Z 键有特殊攻击，我改键了，改成那个 O 键，你试试。没反应吗？没有啊。那这件再试试。你在控制里面找吧。你看他的日轮刀，好多眼睛，全都是眼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这把日轮刀是可以转，是可以变换那个的，变换武器样子的。哇，那好厉害。二字星，诸华弄月，三字星，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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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字星，月破什么祸，长夜孤月无间。我刚看了一下，是欧剑。哇，他这把刀好强啊！他伤害很高吗？武器变形了！哇哇！你看，像树枝。八字形，月龙轮尾。羡慕。好强这把刀。会。下一个九字星。醉月连面。哇，这攻击距离好远。是的，那么远。十字星穿面仔。什么月？有没看到一个什么血量？没看到。哎，看到了，青色的，刚好蛇柱在前面。哇，你看这个呼吸法。嗯，什么？哦，就是刚刚他甩出来的几个轮子，他刚刚就是用这招把你给秒掉的吗？嗯，就这个，刚好用它来挑战蛇柱。蛇柱呢？我的天，你看马上就掉血了，快没有，快死掉了。我的天，哎，狗了，他没掉东西。刚那紫色的血量也不见了。嗯，再换下一星。哇，十四星，凶变天板什么月？哇！什么？你看这一招。哇，这个范围好广呀，群攻范围。还有十六星。哇，
你看我鼠标指向哪？嗯，它就攻击哪。厉害哟、哦！又变形了。前面拿着那个蛇字一样的碎石之心，阿拉。它死了。什么东西把我击飞这么远，这么高？哇、哦，这个什么东西，打人好痛！天亮了要。嗯。你打败了链主，可以的。是呀。周围的鬼应该都被太阳消灭了。嗯。哇，他的攻击距离真的好好大，好远啊！能打我吗？月孤流。哦，孤流月孤流什么鬼？掉了一把刀。嗯。就是那个的刀，那个谁的？你可以用。你可以用雷。月。可以用那个雷之呼吸，你用雷之呼吸的颜色应该是黑色的。好，等一下啊。你用一下试试。嘴皮抑制住，不要欺负我妹妹。喏、哦，黑色的闪电，黑色的雷之呼吸。你该打他毫无压力了呀。还是有一点的，我血量少。我在想这把日轮刀。要不要给你？嗯，你用吧。我的天！给你用吧。给。嗯。要记得。要记得切换那个，按 R 键切换呼吸法。嗯，好。来这，这有那个恐怖生物里，这是恐怖生物里面的地牢。好嘞，挖下去。我的天，你看六条血量。嗯。哇，好疼！他打你能疼吗？这家伙不吃近战，只是远程的。你打起来感觉不掉血。他只吃远程。你看，完全不掉血。走，换一边。好的，开箱子，看箱子里面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啊。我卡住了，吃个鬼啥的都吃不进去。你不要当着我，你不要当着我的面吃鬼杀队好吗？这个是面团捏的。香凯在前面。要去下一层，还继续往下走。我看这边有没有 boss。没有。去下一层，走。好的。又是这家伙。嗯，不行，我要吃个鬼杀队，否则我回不上血。连月，必
谁都怀有强烈灭鬼之意志者。我现在用的是那个风珠的日轮刀。好像打他也不怎么掉血、啊。哎，我终于吃进去了。哇，这也打掉血了，但他还是回血。回血速度估计很快。快来一起帮我打他。嗯，我在你后面。放哪去了？这边。我们对他伤害造成的也不高。我的天！这个爆炸声！不行，我又残血了！快！他快没血了！我在这里面又吃不进鬼杀队了。家伙总是躲。哇，有个谁？有个人。那个喜欢炭治郎的那个妹子，对炭治郎有好感的妹子，在一起打他。帮忙打怪。他血量回上去了。我吃不杀鬼杀队了。家伙有点难打啊。是呀。啊，不行，我要死了。下一招。壁咚他来打。哇，他血量又在回了。黑风什么蓝。不行，你不在的话我打他不掉血。好，行吧，这个 boss 咱们等以后再来找他算账吧。嗯，好，走，先回去。可以，来吧，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嗯，好的。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